今天随时会有人给消息，娘，安心生孩子，我会陪着你进产房。护士上报了科室，医院已经批准了。哎呀，没想到我竟然和他在同一个医院。 小佳叔，哎，这儿呢。是女儿，我秦三两。真好，真好。我女儿怎么样了？还在观察，顺产，半个小时后去病房。你可以让护士先带你去病房等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你能下床啊？坐月子可以喝奶茶。 能啊，喝这个奶会多。人家医生说孩子一般一个月之后才会笑，我们家这个孩子昨天就开始笑，性格特别好，特别可爱。哦，像你。哎，哦，呦呦呦呦呦。 今天怎么不笑呀？是不是饿了？哦，怎么了？哎，是不是饿了？嗯，是是是。哎，哦。 什么看转过去，转过去。嗯，乖宝宝，我们要回家喽。回北京，你给起个名字。初阳。初阳，不错哎，对应陈晓。想了几天想出来的。不用想。 直接从脑子里冒出来的。